来吧来吧，现在我这些吊车该起作用了吧？可以起作用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那个刘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动，别动啊！把它升到，升到底，升到底。我看那个时间，时间，行程，全部走出行程要多少时间？不是，按道理它脱开了，我这天车就直接吊起来了。我刚才40秒，现在搞1分钟，还没到，10分钟没到。没到位，啊，4秒没到位。我以后就是拖，只要拖出来，我吊车就吊了。对，你这对，也对的。我这是加快生产节奏啊，是吧？对，没错。我行了吗？我程序我。不是，但是这样，我吊起来后，我的油缸是在空中。不要站人，不要站人啊！刚那边我过去。慢走，慢点，慢点，不要走太快。慢点人，那你把它扶，正好不准。那你扶一下，把它转一个份儿。真空93%，85%。来，下面，人小心点，人小心点。人不要过去啊。人小心点，不要站在下面。啊！好好好。连续的走。他这应该有轨道的，应该是搭梯了过来就对。他从那里走就停掉，吊起来从那里走，他把下面砸坏，万一不是砸在地上不要紧。但是那送那那么多台子干嘛？那是公关。这个公关不要紧，他人家做什么东西我不知道。哎，小王，QQ 真空度，真空度，真空度。
哦，没够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这个东西没让他们脏起来，过来看看啊。这种硬法真他妈困难，关键是那个线。他是这样，关键是没线。以后停车就行了。你看他妈线从那儿拉到那儿去了。哎，我看他怎么拉，这么这线有那么长？线够不够啊？线？线够不够长？看，这样吧，今天他妈让他看看。但是原则来说的话，还是要来一趟。把我们气囊换了之后再重新。一般不换，一般不换。不换了。他继续做一个25吨的那个一级单，我们确实不要掉。如果顶上25吨的就行。什么时候做？他就按他去做。什么时候做好我们再来？今天这个不要动，因为还没调到最佳状态。对。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，我们就让他看看效果。对。最好不要动。以后应力拉好，只要25吨起来了，你去拉应力。这个我现在都他妈驾驭这个玩意儿都有点吃力了，更不用说他们这么大了。他们在这上怎么呢？他们你主任你不能我这得停下。那你不能干啥？俺能过那么下，就是能够不掉下来，什么样的掉？你下啊，分分钟就有奖，看看。你分钟跑不出去。你分钟上五百呀？你分钟往早啊？早啊！人家之前把主张起立可以。